是 Fiona， 然后呢，我是从事会计职业，但是在一个律师楼里工作。那么我这套房子是我在美国来了之后的第一套房子。那当然，第一套房子买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困惑。那我非常幸运碰到了 Karen Cao， 然后和他们的团队 Rudy Kusuma 团队。那就是说在买的过程中呢，我没有想到说这么快啊。那我呢是在网上找到的 Zillow， 然后在 Zillow 上呢，我发现 Rudy Kusuma 这个团队的评价特别的好，然后我就给他们打了电话。啊，打电话之后呢，那Front Desk 就介绍我们跟 Karen Cao， 然后有了一个 meeting。那在这个 meeting 中呢 ，Karen 就非常的 professional 的给我们介绍一些东西。那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的first house buyer， 所以说很多东西不太清楚。那 Karen 说过之后，我们就非常的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思路。那后来呢，我们就是说只是说想看一下，但是没想到只有八九天的样子，我们就找到了自己满意的房子。然后 Karen 呢就开始帮我们跟 listing agent negotiate，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下 offer。 那现在就是说一个卖方市场，那么我就是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快就能跟listing agent 谈好，然后就开了 escrow。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作为一个 first house buyer， 然后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 close escrow，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Karen 是非常的，就是说很认真负责，包括所有的事情呢，他都给你安排的非常好，所以我就很相信他。那我就选择了他给我推荐的这个贷款的团队。那在一起，大家一起努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21天 close escrow。在第一次买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啊、困难啊、困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Karen一直陪着我们，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帮我们一点一点的去解决掉。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 Rudy Kusuma 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可信的，所以说我非常 highly recommend Rudy Kusuma 和 Karen Cao to 我的 friends 或者是我的 family。好消息，好消息！房地产经纪人请注意，保证您绝对能赚取最高的地产销售佣金，否则 Rudy Kusuma 亲自补贴您。 Rudy 将提供所有客源，包括买家和卖家，不需要打销售电话或敲门推销，买卖交易更快更容易。现在就电 Rudy Kusuma 626-598-8899 626我就发8899DRE 01820322 Rudy Kusuma is an equal housing opportunity broker.